月三日，有网友晒出了几张蔡徐坤戴着金边眼镜的照片。照片中，蔡徐坤梳着霸气十足的大背头，戴着眼镜帅酷又撩人。蔡徐坤的照片每一个角度都是美颜暴击，给你一记坤坤眼镜杀，真是撩人于无形之中。蔡徐坤自偶像练习生出道以来，受到了很多的粉丝的追捧，粉丝人数更是暴风式的增加。近日热爆的大陆人气组合 9% 队长蔡徐坤现身香港，一身紫色运动服十分抢眼，全程戴棒球帽加黑色口罩，由多名保安陪同离开机场拍照不大。有消息指他仅此系出席私人活动，不想太高调，但都被眼尖的网友捕捉到将全程跟拍。蔡徐坤虽然打扮得秘密实实，但一没躲过细心粉丝的发现。有粉丝发现他颈上有一片密密麻麻的红印，随即估计系皮肤过敏红肿未消，身体状况令粉丝十分担心。